我们来桃园嘛，桃园有一段我的回忆，是我那个时候在这里拍我的少女时代。这个地方跟我们的戏有连结的部分，就是因为溜冰。溜冰，溜冰啊，好久没有溜啊。话说我年轻的时候，那个真的是冰宫开始流行。而且你知道吗，在溜冰的过程呢，你会有一些肢体的接触。对，尤其是那些不会溜冰的小女孩，就是那些男生的目标。你说叠狗吃屎那种，你不会溜冰，哎呀，然后男生就会去抓住她的手说，待会我教你，才能够扶住她。对，而且那个男生一定要会斗腿撸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在女生的对面牵着她的手，然后你斗腿撸，然后她才能往前滑。对，哇，导游，是你今天要好好表现哦，因为你表现得好，一般导游我们旅客都会给小费哦。哦，嘿，现在太好了。那如果导游一整天表现不好，旅客都会晚上会把他带进一个黑暗的草丛当中。好黑，多黑，有多黑。没想到这个导游是一个高危险的职业。没错，表现不好，对，晚上就处理。你好，你好。嗨。我有预约，我叫林赫轩。我知道要干嘛了吗？喵咪，外面呢？走。对。它的花纹好漂亮啊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，小猫咪，哎，它真的，它很漂亮哎，我觉得是小老虎哈，花纹好漂亮啊。为什么要吸它？为什么要吸猫咪？因为吸猫有益身心健康，是吗？来，你要跟它沟通。这个猫咪，今天很高兴跟你认识，我们能够在桃园这样的见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缘分。谢谢你带给我们幸福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， 握握手。他直接说握握手，搞什么？他说可以了吗？而且很久了，他们搞很久了。那咱们走呗。好了，我们去溜冰了。我不是来玩猫的。你可不可以？哎，我觉得你好亲人哦。好了，放你走，我们去溜冰了。还给姐姐了，还给姐姐，谢谢啦。哎呦，好可爱哦。哎呦，然后这个是它是护臀哦，怕摔倒哦，是要穿护臀在身上吗？啊，对，跟外科你不用怕了，对，我就不用怕，对，跟外科有外科的，我曾经要摔过。外科你的腰，你的腰椎 OK， 不要吧？可以，不可以摔？好笑，我两次扎针灸，我都是这样子滑倒。哦，为什么？好笑，不晓得。有一次是踩到青苔，有一次是台北下好大好大雨，滂沱大雨，我正好下计程车，那我就赶快跑进社区，就一跑就滑。这个我觉得蛮可爱的。我觉得装备胜过一切。导游，我突然觉得我长高了。你长高了，对，因为冰刀的关系。你现在180啊。导游，我是190哦，要给我减10公分了。没有多腰围啊。喂。玩笑，没有，玩笑。先扶墙壁走。我外八。很乏哎，要用核心，很乏哎。对，放轻松，不能太紧，好，就比我太紧就容易还滑呢。对，你很滑啊。哇塞，我会守护你。好，谢谢你。我太担心了。不要担心，我有小乌龟在。好，那你们在那边就玩得开心。你又来了，玩得开心啊。冰很滑，要注意，好不好？外哥，你可以救援。哎，这是你那个膝盖的吗？对。哪里啊？
哎呦，可以，行啊！哎，真的这个安排太完美了。对，待会你 OK 吗？我 OK， 我 OK。好 ，OK。等一下，我就试试看，先抬一只脚，然后抬。哎呦，好像不错。We were rock you。其实我今天第一个排这个冰道的行程的时候，我其实心里也蛮忐忑不安的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体验过冰道。我之前和我的少女时代跟台湾的连结是溜冰嘛，可是我今天溜的是滑轮的，是四个轮子的那一种。当然前面一开始要先习惯一下抓回那个肌肉的记忆，可是我觉得我们最后一玩开之后，我觉得气氛很好。弟弟回来，哇哇哇哇哇哇！歪哥被开启，歪哥被开启，你看这个，天哪！哇！歪哥你也太灵活了吧，这是63岁的身体，有一种海豹的感觉。对，但歪哥有没有发现教练有点傻眼？哦，教练，欢迎，因为我觉得四只脚好像比两只脚比较来得容易一点。我已经很厉害耶，我以前可以往前往后，然后转弯的时候还可以交叉，可以说是冰宫小公主。不过因为真的太生疏了啦，但今天有让我回到那个很年轻的时候，那种滑冰的那种感觉，蛮好玩的。今天穿上冰刀前，我是有一点紧张，因为我就是听说冰刀会比直排轮滑很多。哎，其实这个乌龟不错，教练这有在卖吗？是有，真的。哎，好像买一只回家。你说特地买的乌龟吗？这样哎，歪哥你买的乌龟回家，你下雨天以后就不用怕。不是，歪哥你只要去喝杀青酒，你都穿着它。哥，什么代志？为这个，为后边搞你。哎，我今天怕你危险，来，我们找一个，这个是辅助器哈，你就把它放在前面，你就这样子滑。哦，这样子吗？对，就会很安全的。就是有一个学步器的概念。哦，真的。对对对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有哎，那我们可以搭在歪哥的后面吗？哎，慢慢抓到那个逻辑了哈。对，它就是一个好像有一点节奏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滑嘛哈。滑。哎，不一样哎。对啊，这只是什么？这只是海豚。海豚是用的。那姐你坐，对，你坐在前面，我后面推着你。OK。好，开个。开个，耶！我觉得这样溜冰比较好玩。哦，这样子啊。耶！因为我们又有新玩具了。好像很快乐。我们在 win。很棒啊！要用滑的。对，用滑的。推出去。有一个力。对，脚绝对不能拿起来刮到冰。转弯。是吧？哇哇！耶！哎，爽！完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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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爽！来，不要抓那个。好嘞。小心，要扶墙，扶墙会比较不跑。好。天哪！天哪！3, 2, 1, let's go!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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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好啦，对不起啦，真的谢谢他，真的是搏命演出这样子。我们等一下演这一段好不好？哪一段？就是我的少女时代的这个经典桥段。我等一下，我可以资金演徐太宇吧？没有，就是我们要这个一条龙，然后选就这样子。我说你要被甩过去。啊，不行吧？
吃鸡哦，不要混啊！啊，我可不可以回去上辅导课？哎，不行。嗯，等一下，你在最后面。今天第一天的行程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适合拿来破冰的，就很像是我的少女时代里面那个时代，男生如果要把妹的时候就会要牵手，第一类接触之后呢，自然而然就会开始有更亲密的，哎，我扶你啊什么的，不然我们来溜什么的，然后看到大家摔倒很自然而然会笑，所以我觉得我对于我排这个行程我是一个到非常满意。怎么样，你觉得我安排早上一大早安排这个行程是不是让大家怎么样醒了？下午就想睡，没有醒，而且流了一点汗，水肿也消了。当然运动完接下来这个行程就是要带大家去吃吃喝喝。对呀，这餐厅我精挑细选过的啊，它是属于台客融合的料理。哦，有台有客，客式，对，融合的一个料理。这地方好可爱哦、喔！对啊，哎，这里很像龙门客栈，你们知道吗？有一种感觉，有啊，非常酷。哎，这里好适合拍戏。这是真的。通常如果是那种武侠戏的话，会从这边打到那边去。对。哇。开动，开动。哎，这样吃会胖哎。不会，因为我们刚运动，我们刚运动很多。好吃，这个是人家菜团的鸡。我跟你说，我不敢吃肥肉的人，可是我看到它我就。是原料跟香菜。我吃过很多家的梅菜扣肉，不太敢吃肥肉。可是我看到他们家的梅菜扣肉一上来，光那个色泽跟那个肥瘦的比例，我就肆无忌惮的就肥肉就这样毫无悬念。哎，好好喝哦。快喝快喝，这个汤汤头很厉害哦，有一个奇妙的回甘，好甜哦。跟着导游走，我接下来会更信任你。哎，这个汤爱吃芋头的人真的是会爱吃，超爱，好吃。这龙鱼很好吃，嗯，好黏哦。汤怎么样？老菜够，好优哎，好鲜哦，好吃，真的优哎。我们这样子会不会点太多？对啊，我也觉得好吃好吃。我们这样会点太多。嗯，你的世界级行程可以一边吃一些便当吗？打包的。你的世界级行程一定要参加吗？一定要参加。你是不是想要回家？你是不是有奇怪的预感？我觉得这个一直强调世界级让我很不平安。世界级？对啊，世界级我唯一能想到就是。我现在问的是室内还是室外？哦，对啊，室内还是室外？室内多一点。多一点。那有冷气吗？有，强到不行哎，赞的。好的，那应该放松一点了吧？那你不会在里面就睡了吧？有可能啊，感觉是看电影的。我会找一个地方坐在地上。那边有东西吃吗？你还饿啊？我要找甜点。嗯，我跟你说，谢谢。肉就不要了，就给你梅菜。你看梅菜真的要拌饭，真的。好好食，好好味，好好食，好食好食，好吃啊！嗯，这老菜锅鸡汤你们喝了没？喝，喝，嗯嗯嗯嗯，好吃哈！哎，它有保留那个酸，不是死咸，对，因为很多外面的梅干菜都是死咸，对不对？真的好好吃哦！我觉得它那个酸就是好解腻，好好吃哦！对，它这个慢一点可以吃一整碗饭。这个应该三杯鸡，可是它的姜爆的超好吃，我的锅边素发现了新天堂。姜姜姜姜，姜姜姜姜。那你姜。导游，我觉得你今天导游目前的表现已经有85分了。哎呦，我听起来该不会是要我？
开车吧。我想为了我们大家增加性命安全，没关系，我来吧。来，我来。啊，你来啊，可以。其实我是有驾照的，但是因为我驾照考了六次。你考了六次？考六次？哪里没过？我前面两次是笔试没过，然后后面呢有发生了一些忘记打方向灯啊，然后 S 型倒退的时候呢，我整台车屁股倒整个人行道上面去，根本超呛。对，然后我还有差一点撞到那个路牌这一种等等等等的，最后我三顾茅庐，我还是得到了驾照。你是怎么得到驾照的？是不是有花钱？当然是没有，我没有贿赂，那个老师严格到不行，我最后靠苦练。而且你知道我驾照没有过这件事情甚至有新闻哎。对，你看这个新闻的标题是长这样哦，通灵男星驾照考六回，两次笔试没过，一智商有问题。一智商有问题，这个标题下标，这个是我觉得下的好精准，精准吗？真的，这个简直就是哇，人身攻击啦！来来来来来！太阳真的大，这个世界客家博览会到8月11日到10月15日在这里有展览，要进去要讲，导游进去，红领，谢谢。有没有看到红不红哎？哇，这里是我们客家世界客家博览会的台湾馆。哇，好凉快啊！重点，我们现在台湾馆，它其实对面还有一个世界馆，我们直接在过去，就是从台湾走向世界的概念。哦，对。然后呢，其实这里我们有几个专业的导游来带领我们。是，好。这里呢，听说有十，你好，欢迎，欢迎啊！我是台湾设计研究院，我姓孙，孙小姐，你好，你好，是欢迎你们来到世界客家博览会的台湾馆。嗯，谢谢。我先讲一下，因为这个场地非常的大，所以一次可能目不暇接会看不完。对，由我本人呢帮大家精选了几个，我觉得非常赞的，赞到不行，好不好？全台湾有几个县市有参加这个展览？我们在这个展馆里面，除了有主题馆之外，还有全台湾14个不同的县市。14个，包含我们常常听到的369，就是台山县、台九县六堆，其实都在这个展区里面有很精彩的展示。等一下会带大家去。对啊，赶快进去，那我们进去看好不好？好，赶紧往走啊，这边。哪里？欢迎大家来到这边是都会客。那所谓都会客，在这个展区里面，就是包含了新北跟台北这两个台湾最大的都市。所以在展区里面，其实呈现的就是在我们都会里面，每一个人身边各行各业，其实都隐藏着客家人。怎么样？我就是在都会里面的客家人。哦，就是我妈妈的妈妈是客家，就是我奶奶讲那么多妈妈的妈妈。妈妈吗？外婆。外婆是客家人。阿婆。对，阿婆。听说你也是客家人吗？爱黑客家你。啊，爱咩黑客家你？爱妈妈系客家你。好，这里。那你们还记得我有帮大家今天这个旅程求过一个签吗？是，是上上签。对，关渡宫的妈祖娘娘说，我们今天这个旅程会非常的顺利。这里有我们那个八公庙，我们客家话叫八公庙。八公庙。伯公庙，就是这个客家的义民庙，它也可以寡龟。义民庙。抽签，对。客家的义民庙其实是客家人、非常客家族群的一个指标，一个庙，对，是非常重要的，是不是？客家要不要玩一下？好，玩一下吗？我那时候心里想的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这一次拍摄顺利，而且圆满。工作人员
跟我们参加节目的艺人朋友，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、开开心心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我要问姻缘哦，可以承受那个打击吗？顶多再烂也不会比现在烂了。好，诚心，诚心。18000哦，几发啦？18的姑娘一朵花，诚心，我单身3年多了，拜托。有龟，有龟，有龟。大哎哎，你看哦，哇，头像床哦，是这样吗？你是朝臣头像，头像床，举锤举棍，哎，我觉得未满18岁不宜抽中。没有，那你满18岁了？我今年32岁了，可以，完全可以了，可以。好，那中午用不完的活力，精力旺盛，精神充沛的时期。在推销导游，导游，导游，对。等一下大贺，我觉得你要跟这张合照一下，对对对，我觉得蛮感动。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大贺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点感动的眼泪，眼角一点点，不是忧郁哦，是感动，喜极而泣那种。喜极而泣，对。好，来哈。我是花甲之年正青春，我是少年正得意，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。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哦！嗯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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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